们现在开始讲课。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法使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课。听了课以后，大家精进的修心啊，成佛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今天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的这个课呢，我们前几天讲过的这个圣道报曼论啊，这个继续讲。那么圣道报曼论这个里面呢，他讲了第一个是讲了这个人生的十大遗憾啊，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啊，这一生当中，对一个人来说对一个人来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遗憾的事情啊，从生活的角度、工作的角度、家庭婚姻等等很多方面呢，有很多我们自己认为是有遗憾的事情。但是呢真正的这个遗憾的是什么呢那这个里面就讲这个十种遗憾。那十种遗憾上次我们其中讲了几个，今天呢继续讲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人生的这种遗憾呢？这就是说我们懂得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这一生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就获得了一个这么好的人生。那么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获得了下满人生下满的人生是来之不易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的众生这么多的生命当中获得一个人生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人生当中呢下满的人生呢就更不容易的比如说动物呀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看不见的生命呢是无量无变的那么其中人就是一个很少很少的一部分然后人当中呢所以呢人就这么多的这个生命当中要活得一个人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但是人人生是不是所有人的人生都是下满的人生呢？都不是就像我们有学佛的这个机会，有修行的机会懂得因果，懂得轮回然后就是懂得修行的，这样子的人才叫做下满的人生。那这种下满的人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平时就不认为我们不觉得这个人生是非常难得。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错过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说修心方面的机会就这一生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机会，然后呢也有这个解脱的机会这些机会都有然后我们这一生当中呢走上大乘佛教的这个机会，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菩提心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走上解脱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发出离心的机会这些都有。然后我们今天所有人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或者是学佛的所有人都有证悟空心的机会明心见性的机会这些机会都有但是呢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些，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些是怎么重要不知道这些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就是为了生活为了这个世间八风，也就是说我们为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或者是满足我们自己的这个无限膨胀的这个欲望这样以后呢我们这些本来就是有很好的这些机会，其这些机会绝大多数的机会都错过那这样子的话，这就是一个从解脱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么讲人生的遗憾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些时候，我们也觉得是有很多遗憾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些呢，并不一定是真正很遗憾的事情啊，不一定是很遗憾的。真正的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世啊，这个有解脱的机会啊，有成佛的机会，有发菩提心的机会啊，有发出离心的机会，证悟的机会，这些机会有了。但是呢，啊，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的观念啊，把这些机会这个错过的话呢，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啊。那这个讲人生的十大遗憾的意思呢，它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明白啊，让我们明白这一生当中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啊，值得这个我们做的是什么啊，这些事情我们如果没有做，这个机会错过的话，那么真正的遗憾是什么啊？他就告诉我们这些呢，是对我们一个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要认真的思考这些问题啊，我们自己这些有没有做到啊？这里面讲的这个十大遗憾啊，有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上啊？如果有的话，那么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做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前面讲了几个，三个，那今天讲的是什么呢？第四个第四个遗憾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本性是这个佛心心的本性是佛心。在密宗里面呢他会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本性是法身法身。法身是什么呢？佛的三身佛的化身，佛的宝身佛的法身。那么佛的化身是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当年2500多年前呢，在印度的这些当时的这些人无论是这个贫穷的富裕的或者是出家人在家人，佛教外道，所有人都能够看得见的，有以一个人的形象来这个出现的这样子的佛，叫做化身这个就是代表性的化身。然后宝身呢，就像金刚萨埵、阿弥陀佛等就是因为我们普通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业障深重的人平时看不见的，但是呢一地以上的菩萨他们能够见得到的这样子的佛的身体，叫做佛的这个宝身这叫做佛的宝身。然后佛的法身是什么呢？真正的佛就是佛的这个法身佛的宝身是佛的法身的投影投影，实际上不是佛佛的宝身，也就是说像金刚萨埵、阿弥陀佛等这些佛的这个身体、形状、颜色、面孔那这些呢，实际上不是佛在《金刚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也说过，这些都不是佛但是这些是宝身，是佛的法身的投影然后呢，化身呢，佛的报身的投影。报身的投影，就是因为有一个报身的存在，然后呢，我们普通的众生可以看得到一个化身，然后因为每个人的心中有这个化身的存在所以一地上的菩萨他能够看得到这个报身但是这都是投影真正的佛是什么真正的佛就是佛的化身才是这个佛真正的佛那么发生什么样的叫做发生呢发生到底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佛像上面呢，我们有些时候也比如说藏传佛教的佛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普贤王如来普贤王如来它也叫做发身然后呢汉传佛教的密宗里面有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也叫做发身
但这些都是有头有手有面孔有心相，是一个有心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佛，但是这是一种象征而已啊，实际上这个不是法身啊。法身是什么？法身是我们心的本心，就是法身啊。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啊，就叫做法身，这就是真正的啊，这个法身就是我们心心的本心。从藏传佛教的角度讲啊，像大圆满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所有的我们大乘的、小乘的、仙宗的、密宗、藏传、汉传里面呢，啊，这个关于这方面的讲得最清楚的是大圆满啊。大圆满呢，他从头到尾都是讲这个，就强调心的本性，他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透彻啊。然后呢，就证悟的这个方式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去证悟啊。然后禅宗里面啊讲的也很清楚，禅宗里面也讲啊心的本心，尤其是这个大摩祖师的几个这个论点啊，还有六祖弘忍大师的五祖弘忍大师的这个论点，里面呢讲的特别的清楚啊，心的本心他们都在讲啊，无论是密宗也好，无论是这个禅宗也好啊，都在讲同一个问题啊。同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都在说我们的心的本心是法身啊，我们的心的本心是法身，因为我们的心的本心是法身，所以我们终身啊，先从表面上啊，或者是以我们的五种感官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看啊，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众生啊，并不是佛，我们看到的是众生。但是呢，如果用另外一个东西来看我们的话，那么看到的不是我们众生，而是佛，佛的发生啊。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啊，不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也不是纤维筋啊，不是这些，那是什么呢？就是证悟的智慧啊，证悟的智慧，以证悟的智慧回焉啊，以回焉或者是发焉来看啊，那我们不是众生，我们是佛啊。这个世界啊，不是娑婆世界，这个就是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非常清净的啊世界。但是用我们的感官，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来看这个法界，那就不是法界啊，不是佛，就是众生啊。这个世界也不是像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东方琉璃光世界这样子的清净的，不是这样子清净的，就是娑婆世界，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啊。这里面有很多不公平的啊，有贪嗔痴，有战争，有饥饿啊，有自然灾害，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完美的东西啊。这些不完美的，为什么有这样不完美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这个感官啊不清净啊，所以他看到的就是这么不完美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感官不清净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业障啊，我们有业障，我们没有证悟，所以我们的感官也是不清净的。所以不清净的这个感官，他看到的东西也是不清净。其实是很简单的啊，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所谓的不清净的真实的东西啊，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感官不清净而已啊。有一天啊，我们的感官啊，通过长时间的这个修炼啊，当我们的感官啊升级啊，或者是提神啊，或者是我们的感官从不清净到转化到这个清净的时候呢，然后他看到的也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子。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啊，从仙宗的角度来讲，就是八地菩萨啊，八地菩萨以上都是这样子。八地菩萨的眼里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啊，八地菩萨的耳朵听起来没有这些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子的声音啊，都是清净的。那佛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的佛经里面讲啊，境由心转啊，就是说外境啊的清净啊，或者是外境的不清净，是以我们的心啊来决定啊，以我们的心来
决定，并不是我们的心清净和不清净，并不是外境来决定啊。外境它清净和不清净啊，是以我们的心来决定啊，以我们的心来决定啊。当然，这个是比较深层次的意思啊。简单的说啊，境由心转，就是比如说我们啊开心的时候，我们看到任何东西都是完美的；不开心的时候呢，看到完美的东西，也就是不完美啊啊。那这个是表面的，实际上它真正的这个内容，它的真正的意思啊，境由心转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因啊，我们的心创造了这个世界啊。但是这个不是像唯心主义说的那样子的创造的方式啊。啊，这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本心当中啊产生出来的化身和这个化身和报身，嗯，它的本心是啊，它的本心是什么呢？是法身啊。那么法身到底是什么？嗯，法身我们刚刚讲的，像大日如来啊，譬如真那佛、普贤王如来，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的一种符号而已，实际上法身啊，它是不会有颜色啊，不会有形状啊，不会有，它不会受到时间啊、空间这样子的这个限制。嗯，它是什么？就是禅宗啊里面讲的这个禅宗里面讲的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从空性的角度来说，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一样啊。本来物一无，它就是本来就是从原始从源头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嗯，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它是光明啊，它是光明的，嗯，它的光明也是禅明心见性啊。比如说禅宗讲明心见性，明是什么啊？明是什么？明就是光明啊，光明，光明是什么？光明就是佛心啊，佛心也叫做如来藏啊。大圆满和密宗里面呢就讲这个啊，密宗里面讲啊，禅宗里面也讲，比如说证悟以后呢啊，山啊不是山，水不是水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个我们没有证悟之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山，就是水，就是物质精神，除了物质精神这些东西以外没有。嗯，证悟了以后呢啊，那它不是这样子的，山和水啊都不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样。那尤其是密宗里面就讲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它不是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是什么呢啊？山水等这个世界是佛的坦诚啊，佛的坦诚。坦诚是什么呢？坦诚就是比如说我们啊，这栋楼里面啊，比如说我们集中这么多的人听法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楼还有里面的人啊，这叫做坦诚啊，就是我们围绕着一个中心啊，大家坐在一起啊，这个叫做坦诚。比如说佛啊，比如说这个佛的坦诚是啊，中间啊有佛，东南西北也有佛，然后上下也有佛。那这样子围绕一个和中心的佛的这个世界，实际上这个叫做坦诚，其实实际上是一个佛的世界。啊，那么密宗里面呢就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佛的世界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证悟的这些条件具备的话，其实是很容易的，我们不需要去创造一个新的佛的世界啊，也不需要去创造一个新的啊全新的一个佛啊，佛本身就是存在的，就是在我们的心中本身就存在的啊，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它不是山不是水，就是佛，这是佛的这个坦诚啊啊，它物质的本心是这样子，嗯。但是有一个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这里就在讲这个我们的这个十大遗憾。那么这时候最遗憾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不懂这个啊，我们不懂，以我们的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佛心啊，佛心，一个这样子的佛心，光明啊，光明，一个这么好的东西，光明的东西啊，佛的坦诚啊，就是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啊，我们自己的分别念
那就像垃圾一样啊，就像泥土一样，把这个肮脏的东西把它覆盖了啊，没有不让我们证悟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分别念，那啊这个啊覆盖遮盖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没有发现啊，我们没有发现，没有证悟这个本性啊，这是非常遗憾的啊，这是第四个遗憾。其实这个是最大的遗憾啊，为什么呢？我们这轮回，我们没有证悟的时候啊，轮回这么的痛苦啊，我们奋斗了一辈子啊，就是为了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幸福，为了幸福啊。但是真正的幸福我们没有感觉到幸福啊，就是就在追求幸福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面对的啊，或者是这个我们感受到的啊，就绝大多数80%-90%都是痛苦啊，不同程度的痛苦，不同程度的痛苦。这个当中呢，不是没有幸福，但是呢，很少啊，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欲望啊，非常非常的这个严重。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欲望严重呢？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太多太多啊。然后我们知道的东西很多啊，这样子以后呢，当我们看到啊其他人拥有的东西比我啊好的时候呢，然后我其实我自己本来就不需要这么多的东西啊，但是呢啊就是啊这个时候这个攀比嫉妒啊这样子的这个心起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来啊，一天到晚都是身体辛苦啊，一直都加班，然后呢内在的精神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浮躁啊，没有办法静下来啊，人静不下来的时候呢，然后静不下来的时候，不宁静的时候呢，就是感受不到这个幸福啊，人的幸福，人的这个幸福啊，人的快乐，这些都是只有轻松、宁静啊这样子的状态下才能够感受得到啊。那我们第一个就是没有感觉到这幸福啊，第二个不但是没有感觉到幸福，而且啊，就是为了这个幸福啊，制造了这么多的业。啊，杀盗淫妄等等，身口意的各种各样的罪业啊，无所不造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个幸福有没有得到啊？不但是没有得到幸福，而且本来就是有一个这么好的啊，我们的自己的心的本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到外面啊去。寻找这个佛心的本性就是佛啊，本来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呢我们的方向不对，我们的方向不对，所以我们的方向错了以后呢，那就把我们所有都错了啊，我们就是没有机会啊，本来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呢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本来是自己的心的本性是完全是可以证悟的，可以证悟的，但是我们啊没有证悟，没有证悟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种幻觉啊，幻想啊，幻觉把这个佛的啊，把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遮盖了啊，然后呢根本就不让我们发现啊心的本心是什么样子啊，心的本心是佛的贪嗔等等，这些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啊，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啊，最大的遗憾就是这样这个。那虽然这里面讲了啊很多的遗憾，我想可以归纳为三种遗憾啊。第一个是什么呢？这一生当中我们是有机会啊走向解脱道，完全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没有走，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第二个遗憾是什么呢？我们这一生当中完全可以有机会发菩提心啊，走上解脱道，我们有机会作为一个菩萨，那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没有做到，这是第二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啊。第三个遗憾我想
现在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是光明的啊，可以证悟的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有证悟啊。绝大多数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生活啊，为了生活本薄，然后呢，就是除了生活以外，其他都没有了。我们就是为了钱啊，其他什么东西我们都放弃了啊。但是我们就是非常遗憾的一个东西呢，钱也没有，也不一定啊，我们赚到了，即使是赚到了，但是赚钱的目的还没有达到，这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其他的事情啊，我们生活上的事情啊，比如说本来我去去做一笔生意的话呢，做可以赚啊几十万几百万，但是呢就没有去做啊，很多人觉得这个太遗憾了啊。那这个当然了，我们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可以这么说，可以理解的。那但是呢，赚钱我们从无始以来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肯定是做过无数次的非常非常有钱的人，曾经做过啊，将来还会做的啊，就下意识再下意识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这个当啊，会变成啊非常有钱的人，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这个没有太多的意思啊，没有太大的意思。我们过去也做过有钱的人啊，但是呢，这一生当中，过去的这一切啊都没有什么意义啊，未来也是这样子。但是真正的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了啊，这些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啊。那这些我们就失去了这些机会的话，那是这是很遗憾的啊。所以这个在这十个遗憾呢，就他在给我们讲啊，这个价值观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啊，什么是不重要的啊，他在讲这个价值观。那我们的心的本心是远离一切细轮啊的，远离一切细轮的佛的法身啊。但是呢，这个佛的发生啊，以我们自己的啊这个幻觉啊、分别念啊、幻觉幻想啊被遮盖啊，然后呢不让我们证悟啊，他就这个埋在这个我们自己的分别念的泥塘当中啊，所以就这是没有证悟，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啊，这是第四个遗憾。这是第四，那这个遗憾我们怎么去做呢？这每一个的啊，我们光是觉得遗憾，光是说遗憾是没有用的。那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很重要啊。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呢，啊，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都已经啊浪费了，没有证悟，但是现在还是有机会的啊。这个机会，我们到死为止都有的。这个机会，只要我们这个身体存在的话，这些机会还是会有的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以人的身份啊，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下满的人生的身份，活一天就有一天的机会啊，活一年就有一年的机会。现在啊也是有办法的。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啊，那就是要闻思修行啊，请大家闻思修行。那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这个做生意啊，工作上班赚钱啊，然后生活压力也大，时间也是很紧张，生活节奏特别特别的快。但是呢，我们不能啊，所有的时间啊，所有的时间，或者是我们的把这些事情呢，不能当做我们的生命的啊全部的这个内容或者是目标啊。那么我们时间还是要分配一下啊，安排一下啊，适当的啊这个安排一下时间啊，要安排一部分的时间用来啊闻啊听佛法，思考佛教的内容，修行啊，修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一步一步的修啊，千万不能一开始的时候就去修禅宗啊，修大圆满呢，啊，修大手印呢，啊，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这样子的话一定会失败的。
当我们感觉啊不能这样子，感觉自己失败的时候呢，已经走了很多弯路了。这个时候再从头回来，有没有这个时间啊？有没有这个机会，都很难说。所以啊，人生短暂，这个当中呢，我们还是啊，这个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还是要选择一个正确的路，这个是很重要。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面呢，用功精进，这样子的话，我们离我们的目标会越来越近的。如果这个方向错了啊，方向错了以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努力啊，再用功，再修心，没有用的，离我们的目标会越来越远的啊。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做到一个有意义的话，那就是要闻思修心啊。修心的时候也是先修四个外下心啊。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轮回的痛苦，因果不续。通过这四个方法来培养出离心啊。那出离心培养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就走上解脱道了。我刚才讲的这个三种遗憾当中呢，第一个遗憾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走上解脱道已经做到了。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修无家心无家心的这个皈依啊，尤其是发菩提心金刚萨埵的修法等，修这个五个修法。其中最重要一个是菩提心那我们就有了菩提心以后，那发了菩提心以后，我们不但是走上了解脱道，而且就走上了大乘佛教的解脱道。从此以后呢我们离佛的果位会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越来越近，就是已经走上了大乘佛教的道路。这时候呢，我们第二个遗憾就不存在了。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遗憾然后这个家心全部修完了以后呢，这一全部修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去修修禅定修禅定四禅八定，通过禅定或者是这个也叫做寂止通过寂止把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平静下来了以后呢，平静之后平静的目标是什么呢？心平静以后，然后再去证悟空性并不是心清净我们的心平静下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呢？这个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以后呢，然后我们证悟这个心的本心也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密宗讲的这个证悟自然本质自然本质开悟顿悟，这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这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就是第三个遗憾就不存在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其他的这些就虽然这个里面讲了十个遗憾但是呢，如果这三个做到了以后呢，其他的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一定要用功生活是生活的压力是很大，但是呢，有一种办法，那我们佛教讲少欲知足，我们基本的那房子、车子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生活的用具，基本的这个物质的需求呢，这个肯定是要解决的，这个要满足这个是肯定。如果这个不满足的话，那就是修心也修不好的这个是可以的。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要求我们不要给自己满足物质的最基本的需求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最基本的这个需求都不能满足的话，那我们吃不饱穿不暖那像密勒日巴大师这样子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一样的可以修行，一样的可以进步，但是我们不行所以这一点是肯定要去做但是呢，这个做到了以后呢还是要适当的去考虑一下其他人用的跟我比我好，但是没有关系这个没关系，我不一定要跟其他人一样的这个不一定的
然后呢，其他人用的啊比我的多啊，这个也没有关系啊，我也不一定要像其他人用的那么多，只要我自己的问题解决就可以了。那么其他人呢，其他这些人呢，有可能啊他拥有的这些东西以外，有可能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啊，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有可能是很缺乏的啊，很空虚的，有可能这样啊。但是我们虽然是这个物质方面来讲啊，就是像某些同事呀、邻居呀，不如他们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已经超过他们啊，已经超过他们。所以我们这样子可以平衡一下啊。从物质的角度来讲啊，我不如我的邻居啊，不如我的邻居啊，邻居家的车、房子，所有东西用的东西都比我多，比我高档啊，档次比我高。但是呢，从精神生活的角度来讲呢，那我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邻居啊，他们没有的东西我有啊，这样子就可以平衡了吗？啊，没有必要一定要从物质方面一定要赶到别人，或者要走到别人的前面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永远都不可能的啊。这永远不可能，即使是可能了，也是没有太大意思。这样子以后呢，物质生活这种提高的那水平提高了以后呢，这个是要付出的，要付出代价的啊。而且这个付出的这个代价当中啊，尤其是很沉重的代价，那一辈子啊，健康啊，时间啊，这幸福所有都是他的代价啊。那么健康、幸福都是它的代价，那么换来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拿健康去换什么东西呢？拿幸福感去换什么东西呢？应该是拿别的东西去换健康，拿别的东西去换幸福感才是对的啊！我们不能拿这个幸福感去换其他的东西啊。那健康去换别的东西，这个是错误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没有要求啊，佛教徒一定要过艰苦的日子啊，这个是没有这样子的要求。即使是有的话，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也做不到。那像今天这样子的这个年代，这个也不是很需要了，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了，这个时代来说。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啊，刚才我们讲过了，比如说我们几个同事之间啊，喜欢攀比啊，有些时候呢，实在是要攀比的话，那就是全方位的攀比一下，不要单单是物质方面啊，物质方面我是他比我好啊，但是呢，这两个都是生活，物质生活也是生活，精神生活也是生活啊。我们的生活的质量啊，所谓的生活质量当中呢，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两个都在里面。如果这其中一个不怎么样的话，那就是这个物质这个生活的质量不好的啊，不会很高，品质不会很高的。比如说生活的水平啊，物质生活非常的好啊，但是呢，他精神生活方面啊，不行，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没有幸福感啊。那没有幸福感呢，总的来说，他的生活质量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全部都看物质来啊，不要全部都以物质来衡量啊，不要把任何东西的标准就是用物质来定啊。这是不对的。比如说我们从物质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开的车啊，背的包啊，穿的衣服啊，都没有它这么好。但是我也有车子，也有包可以背啊，也有表可以带啊，也有房子可以住。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精神上面呢啊，我就是很多很多，我有很多很多他们根本没有拥有的东西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就平衡了吗？所以不要去攀比啊。我们佛教徒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佛教徒一定要做穷人啊过艰难这个贫困的生活啊，这个不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但是呢，在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物质的需求就满足了以后，
然后我们要静下来，一定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啊？那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这个时候呢，肯定会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啊，这个解脱啊，本来就没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物质需求没有解决之前啊，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物质啊，还是这个修心啊，还是解脱。但是呢，这个我们做不到啊。我们的生存还是要依赖这个身体才能够生存的。身体呢，它就是要这些物质的这个支持啊，没有物质的支持，它生存不下去，没有办法的，其实这个实际上啊，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修行是最重要，但是呢，我们做不到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问题啊，基本的物质需求解决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这时候呢，就像不学佛的人一样啊，就像一个不学佛的人一样，就是就无限的去追求物质生活啊。这样子的话，作为一个修行人啊，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那这个是有点不对的啊。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这个价值观来说，那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准确。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基本的问题解决以后呢，那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修心也是很重要，要达到平衡啊，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这时候呢啊，也就不追求这个精神上的啊这个真悟啊出离心啊菩提心这样子的话，那一辈子都去啊这个一辈子那、啊、都去只懂得追求这些物质的享受啊，这样子的话，那是就是很遗憾的。这是一个生命当中啊，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个。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就获得一个这么样的人生啊，就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当中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机会啊，唯一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是为了追求物质，把这个机会错过了。那么追求物质追求到了以后呢，又怎么样？钱有了又怎么样？有很多很有钱的有些人说他说他做一笔生意，他有可能可以赚到200万、300万，但是呢，他说这个200万、300万对我来说就是在我的存折上面的有几个字，有几个数字，有几个变化而已啊。意思就是说，他我有吃有穿有用，我什么都有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再有200、300万也好，我一个人就用的就这些了，没有办法再去用了啊。那这些都是纯这个存折上的一个数字的变化，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啊，实际的价值当然这个我们把这些钱拿去做慈善做一些别的事情，当然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呢仅仅是从个人的生活物质享受的角度来说呢，那的确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一个人我们的这个身体它能够承受的，我们的感官去享受物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所谓的快乐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承受能力也是很有限的还是有限的。比如说痛苦超过了我们的这个感官的承受的能力的时候呢，人就会晕倒死掉这样子。那幸福也是一样的幸福也是一样，这个超过了他的这个承受的能力以后呢，幸福就变成不幸福快乐就变成不快乐痛苦这样子。所以就我们就不去证悟空心不追求这些崇高的这些境界然后呢只懂得像动物一样，只懂得追求一些物质带来的这个快乐。那这样子的话这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个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四个遗憾然后第五个遗憾是什么呢？第五个遗憾我们从现在到成佛
之前那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一个引导或者指导的人啊，指导的人就像学生的老师一样，一个指导的人。为什么这个解脱的道路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未知的区域，也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一个这样子的路啊，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要走一个从来没有走过的这样子的路的话，那这条道路上面呢，必须要有一个有一个引导的人、带路的人啊、指导的人。如果没有一个指导的人啊，那我们自己走这条路，那就是有些时候可能走几步路也许会对的，但是呢，有可能错的可能性就是很大。所以在这个道路上呢。我们需要一个带路的人啊。那带路的人是什么呢？从解脱的角度来讲，带路的人第一个是佛啊，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的话，那我们全人类啊，或者是我们所有的佛教徒啊，都没有办法走上解脱的道路，没有办法走上这个佛陀的这个道路。所以我们需要第一个就是需要一个老师，我们所有的老师就是佛啊。但是呢，佛的这个佛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以后呢，他真正的佛以佛的身份来指导众生，来指导这个人的时间是很短的啊，非常短，只有41、42年了啊。然后就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转法轮转法轮的过程呢，时间呢只有40多年啊，非常非常非常短的啊。那么这个40多年过了以后呢佛不存在了。那么40多年当中的这个时候，尤其40多年当中呢，就在离佛比较紧的这些人呢，佛可以指导他们啊，佛让他们去给他们讲解脱的道路。那但是当时离佛很远的，没有办法去见到佛的这些人啊，当时啊，然后呢，这个40年过去了以后啊。佛释迦牟尼佛就是示现远寂啊，那么这个之后的这些人呢，那他们的老师呢那是谁呢那就是我们的上师啊。没有上师的话，这个道路上我们每一个人不会走的，我们一代一代一代都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每一代的这个，比如说像达摩住持，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之前的这个一代一代，每一代的这个祖师是下一代祖师的这个指导人、引路人、带路人啊。如果没有达摩住持，那么就不可能有第一祖啊。如果没有第一祖，也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后来的这一切都不会有的，不会有。然后任何一个这个宗派任何一个法门都是这样子如果没有佛，从源头上就没有了。然后虽然有佛，但是呢在之后呢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个以佛陀的身份转法轮的这个40年过去了以后的这个人来说那就是没有福报。亲眼见到释迦牟尼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佛陀亲自的这个指导。那他们也需要指导的人，如果他们没有指导的人，那就更不会走这个解脱的道那就是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上师、善知识我们需要善知识。但是有一个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找到善知识。我们没有找到上师，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为什么？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是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上师的话，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机会走向解脱的道路至少我们这一生当中虽然是没有证悟但是呢，在这个解脱道路上走一两步路，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们佛教徒也就是尤其是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们佛教徒我们佛教徒里面呢，
虽然是这个烧香拜佛、学佛，所谓的学佛的人很多，但是呢，真正能够走上这个解脱道路的人有多少呢？很少的啊。为什么这么少呢？他们并不是他们不想走解脱道啊，并不是他们不想走，并不是他们反对这个解脱，那是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人引导啊。他们没有受到这样子的教育啊，所以就是本来是可以走解脱道的，但是呢，因为没有人指导啊，所以就没有走上解脱道，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非常遗憾的事情。人生啊，这么难得啊，尤其是下满的人生啊，这么难得啊。如果这一生当中，就刚才我们讲的啊，就是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上师啊，善知识这样子的话，那他一定会给我们指导一个正确的方向啊。那么像寻求解脱呀、成佛呀这样子的这个心愿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心愿，那上师也没有办法，佛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今天啊，就这么多人都有这个心愿啊，我们希望解脱啊，我们愿意解脱，然后呢，我们解脱了以后呢，我们也就希望把自己啊，通过自己的力量，把这个解脱的方法传播更多的人啊，让更多的人也能够走上解脱道。我们并不是不愿意这些啊，并不是我们不希望啊，我们希望这样子，但是呢，没有找到上师啊，即使是我们找到了所谓的上师啊，所谓的上师，但是呢，没有找到真正的这个指啊解脱道路的人。那么，真正没有找到真正的指解脱道路的人的话，那其他的啊，比如说像烧香，让我们去烧香拜佛的呀，啊，这些呢啊，有也是可以，但没有我们自己也懂啊。比如说，我们拿一本佛教的任何一本书来自己看一下啊。那我们这里面的很深奥的道理我们不懂，但是呢，佛啊，就是劝人向善啊，这一点我肯定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啊，没有人讲我们也会知道，但是呢，真正走上这个解脱道，为什么要走上解脱道？怎么样走上这个解脱道路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机会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教育啊，系统的佛的教育，没有受到一个系统的佛的教育，所以在我们的啊，我们的心里啊，就是没有一个要走上解脱道路啊，怎么样走修行啊、文思修啊这样子的概念，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啊，这个非常的遗憾啊，就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没有遇到啊好的上师。那如果我们遇到了好的上师，绝大多数人可以证悟啊，可以发菩提心呢 啊处理心，这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这么多的佛教徒当中啊，真正知道处理心的有多少啊？我觉得不是很多啊。发了菩提心的有多少？就更少啊。证悟了空心的人就有更少啊。这些所有的问题，这些所有问题的这个根源，那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遇到上师啊。所以这是很大很大的遗憾，非常大的遗憾啊！如果我们遇到上师的话，那就是像米拉日巴大师啊，他就通过这个咒术啊，下冰雹，打死了那么多的鸟类啊，还有这个虫类啊，这样子的成千上万的生命，数不清的生命，然后呢，人都就杀死了那么多的人，几十个人，一个那么这个罪业深重的人啊，也就是遇上了非常好的上师的时候呢，他们总是有办法让这个人走上解脱道啊，不但是让这个人走上解脱，而且让这个人即生成佛啊，即生成佛，他们有这样子的办法，但是我们没有遇到啊，这是非常遗憾的。那我们为什么没有遇到呢？啊？那我们去找这个根源，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为什么我们没有福报啊？我们没有福报。2500多年前的这些人为什么看到释迦牟尼佛？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啊？他们为什么有佛陀？他们为什么有
听佛陀亲自说法的机会啊，我们为什么没有啊？这个并不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出生在2500多年前啊，而不是今天啊？这是为什么？这是不是佛陀的这个偏心啊？是不是佛陀对我们的不公平的待遇啊？这个都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福报啊不够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上师也是这样子的啊。有些人就我们找到了像法王如意宝啊，像这一类的非常非常了不起成就、了不起的这个成就者，嗯，啊，那是什么呢？这是个人的这个福报啊。然后我们啊，有些人呢就是就没有找到好的上师啊，虽然找到一些上师，但是呢，也没有找到给我们完全能够给我们指解脱道路的这个上师啊。那么这些上师不能给我们指解脱道路的话，那给我们指什么呢？嗯，那就是不能解脱，不能让我们得解脱，不能让我们走向解脱的话，那这个轮回当中的啊，这些怎么样赚钱呢？啊，怎么样工作顺利一点呢？那这个有人知也可以，没有人知也就是无所谓的啊。全世界这么多的人当中啊，有这么多的人啊是不信佛教的啊，有这么多的人是完全不信任何一个宗教的啊。但是他们也有，他们也可以自己一样的过呀。这个生活人这个世俗的生活他们也一样的过呀。而且有些人的生活过得也非常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做人他们也会做呀，而且有些人啊，做人比我们佛教徒做得还好。那这些不是很重要，这个世俗的这些学校的老师呀、教授啊、讲国学的这些老师呀，他们也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人啊。这些不需要这个佛教的这个上师啊，我们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上师，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上师，这是最大的遗憾啊，这个就是最大的遗憾。实际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个遗憾啊，出离心，没有发出离心，没有发菩提心，没有证悟空心的这三个遗憾，实际上为什么没有发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这样子的啊，没有找到啊这样子的这个上师，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做啊。没有人很用心的、很专心的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啊，所以我们就是啊，失去这些机会了，失去机会。如果有上师啊，如果我们也有福报，像见到像密拉日巴大师这样子的上师呀，法王如意宝这样子的上师呀，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也就是即身成佛呀，这些不一定啊，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可以，但是呢，出离心呢？菩提心呢，这些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不是，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出离心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都应该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既没有证悟空心啊，又没有出离心菩提心，什么都没有了啊，自以为学佛学了很长时间，几十年、五年、八年，几十多年以上啊，但是呢，我们啊没有这些解脱的这些最重要的这些条件啊，我们都没有去创造啊。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懂得要证悟空心呢、不出离心呢、菩提心呢，还不知道这些，我们还是停留在这个烧香啊、拜佛啊，还有就是。佛祖保佑我们啊，健康啊，长寿啊，还有就是什么火供啊、灰供啊，就是停留在这些心事上面啊，这些心事上面，这些心事的东西不能做得太多了啊，不能做太多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心事，这些心事上的这些仪轨啊啊，什么这些心事东西呢，大家都会做啊，然后这个呢。心很浮躁的人也可以做啊，这个不需要静下来，不需要用功，不需要认真啊，不需要去思考啊，做起来很简单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喜欢做这些，喜欢做这些。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去做这些心事上的事情，那最后呢，真正的这个佛教文思修啊，佛教的这些核心的东西呢，啊，
就慢慢的淡化啊，慢慢的淡化。我们天天就强调啊，什么火攻、回攻这类的东西啊，火攻啊、回攻啊、水陆发挥啊，啊，就是这些啊，各种各样的发挥啊。这些发挥啊，这些发挥，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以菩提心的基础上啊做，那也可以的啊。但是呢，很多的发挥是不是这样子也不好说啊，不好说。如果这些是商业化的东西啊，这里面有很多商业化的东西，那就根本没有意思的，没有任何意思，所以不能参加这样子的啊啊，还不如自己。啊，好好念佛，还不如自己好好发菩提心。嗯，所以啊，这些心识上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不能太强调。我们要强调的是闻思修啊，戒定慧啊，这些才是佛教的精华啊。无论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是一样的。闻思修心，没有闻思修心，我们怎么懂得怎么走解脱道啊？没有闻思修心，那我们把这个佛陀的这个思想怎么样传递给下一代的人？啊，大家都念佛，大家都坐禅，什么都不说，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啊，佛法怎么样传播啊？佛法怎么样传播？没有办法传播啊，没有办法，佛法没有办法传播，那就是以后的人啊，就越来越找不到啊，越来越找不到这个正确的方向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遗憾的。所以今天我们佛教的传播，这个不仅仅是出家人啊，不仅仅是法师啊啊，那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个义务，所有的佛教徒有义务啊，我在家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啊，有钱的人也好，没钱的人也好，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力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力量，每个人都出一份力量啊，传播佛教的啊，正山美啊，戒定慧，还有就是闻思修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代的人，下一代的人，世世代代，一代一代的人，从佛教的这个智慧当中啊，获得幸福啊，获得快乐，获得解脱啊。那么我们一个这么好的佛教的这个思想，佛教的智慧，超级的这个智慧啊，那我们都不学啊，不学，然后呢，经常自以为学佛的人，也就是经常都是烧香拜佛呀，求佛祖保佑工作顺利啊，啊，然后就做这些回供啊、烟供啊，啊，这些火供、回供、烟供，这些是谁倡导出来的？大家知不知道啊？本来藏传佛教里面有啊，这个从本质上来讲，这个不是不好的东西，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啊。但是有些人呢，经常都是不讲法啊，不传法，然后经常就搞这些啊，是烟供啊、回供啊，就是因为不懂的人啊，不懂的人就是传播出来的。然后呢，不懂的一大群的人就是跟着这些人天天搞这些心事，然后最后我们佛教对大家的这个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佛教就是搞这些，没有什么内涵啊，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嗯，佛教的戒定慧禅定啊，这个戒定慧不但是下意识啊，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感受到它的利益啊，完全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我们经常搞这些心事，这些心事跟我们可以带来幸福吗？嗯，这些心事可以减少我们的烦恼吗？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个传播啊，我们要传播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一开始传播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佛教啊，刚刚到这个中国的时候，那么它的传播的方式是个什么样的传播的途径，什么样的传播的方式啊？当初的这个传播的方式，一开始的这个传播方式，就影响啊以后的整个的这个法脉，嗯，所以开始传播的时候，必须要以智慧来传播啊，以慈悲心来传播，不是以迷信来传播啊，所以啊，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搞这些心事啊，也不是回供，我们现在很多的佛教徒的聚会啊，不是回供。就是烟供，就是火供啊，不是火供就是回供，就除了这两个以外就不会做。嗯，
这是没有意思的啊。这个曾经告诉过，这个曾经讲过很多次。火攻它本质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我并不是说它本身不好，嗯。但是呢，我们不会做啊。目前我们做的这些火攻，它不是火攻啊。现在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食物烧在火里面啊，浪费啊，没有别的意思啊。火攻我们不会做火攻啊。火攻的真正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啊。火攻之前，标准的火攻之前，必须要修本尊的修法啊，本尊的修法，本尊的修法修完了以后呢，最后火攻。它作为一个补充的修法来修啊，那这样子它起到很大的作用，它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修本尊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漏洞啊，比如说我们的念咒的时候没有念好啊，观想的时候有问题啊，那这些都可以通过火攻的方式来弥补啊，或者是本来我们修本尊的时候这个力量修的加持呀，各方面都修得很好，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火攻的力量啊，促进他的这个能力，嗯，哦，火攻本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跟这个之前什么都没有修啊，我们直接把这个啊，买很多很多的食物就扔到火里面啊，有些地方城市里面消防车、消防队都干过来了，啊，嗯，这样子影响不好啊，啊，影响不好，这不是佛教。嗯，不能这样子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灰工啊，灰工它本身是很好的啊，灰工我们如果会做的话，那么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月或者是每半个月做一次灰工啊，做一个如理如法的灰工的话，那么在这个半个月当中或者一个月当中，我们啊说这个犯的这个迷嗔戒啊，我们犯迷嗔戒的这些罪业啊，大的小的全部可以清净，全部可以清净啊，清净或者是忏悔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另外一个呢，会功里面呢也有我们供曼陀罗的这种功德啊，这个也有，也是一个积累福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但是这个我们也不会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些基础的这些都没有做好啊，然后本尊的修法呀，密乘的这些具体很多很多具体的修法，我们现在还没有啊，因为我们的层次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啊，在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那我们买很多的这些食品啊，念一个衣柜啊，那分了大家吃了啊，那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啊，所以。以后我们会做火攻的时候啊，该做的时候可以做，而且应该做啊。灰攻我们会做的时候呢，可以做，不但是可以做，而且应该做啊，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些都不懂的时候呢，天天搞这些心事啊，是不对的啊。那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问事修行啊，戒定慧，大家收戒啊，收戒。收能收五条戒就五条戒，三条戒就收三条戒，然后收菩萨戒，收密乘戒啊，收居士戒，收皈依戒，收戒啊，定啊，大家修禅定啊，禅定的意思就是修出离心，修菩提心啊，修这个四禅八定，修空心啊，禅定，然后回啊，就是证悟空心啊，证悟空心的智慧。目前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些啊，并不是火攻回攻，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些。那这些商业化的这些啊，这些任何一个，无论是藏传佛教的也好，汉传佛教的也好，这些商业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佛教的活动都不能参加啊，都不能去支持这些啊，不能搞。嗯，如果有一个地方修庙啊，或者真的有需要的话，那自己有钱啊。不影响啊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情况下，或者是不影响啊，比如说不影响自己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周转的这个资金，这样子的情况下，那适当的像捐当然是可以的啊，自己积累福报，然后呢真的有一个地方啊，比如说有文思修行的地方，那我们啊就供养佛教的书啊，啊，或者是住处啊，给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那这个是啊，我们佛教2000多年以来都是这样的，这是在家人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嗯。但是呢，一些
商业化的这样子的这些佛教的活动啊，现在就是就越来越多，藏传佛教里面也有啊，汉传佛教里面也有，所以我们啊佛教徒一定要把这些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什么是啊正佛教，什么是伪佛教啊，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这个要分清楚啊，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很多人不会分，这个是为什么呢？啊，这是我们因为没有人跟我们讲啊，没有人跟我们讲，我们没有系统的学啊，我们没有系统的学佛教的那、啊、佛陀的真正的思想啊，我们没有系统的接受过佛陀的真正的教育啊，所以我们今天不知道啊该做的是什么，不知道不该做的是什么啊，那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啊。善知识的原因，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啊讲的这个第五个遗憾啊。那么上师呢，我们到这个成佛之前啊都要上师啊，我们现在也要需要上师，然后呢初地菩萨到十地菩萨都要上师啊，十地菩萨也要上师啊。十地菩萨啊，十地菩萨的上师是谁呢？十地菩萨的上师就是佛啊，佛就是十地菩萨的上师。嗯，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的这个菩萨呢，他们可以直接可以从佛陀啊，从佛陀的这个面前啊，可以这个听法。那、啊、佛陀在这个十地菩萨呢，佛陀啊的这个。身上啊，尤其是佛陀的这个心间啊、喉间或者是这个眉间啊发光，然后呢给他们观定，这叫做大光啊，大光顶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观，这样子的定，给十地菩萨观了这样子的定以后呢，然后十地菩萨就会这个成佛的啊，十地菩萨都要上师啊，那么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那我们现在连一地菩萨都不是，这样子的话就更需要上师了。那、就是乃至菩提间啊需要上师啊，但是呢我们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上师，这是最大的遗憾啊，最大的遗憾。或者是我们遇到了上师，我们自己不好好医治，不闻思修心啊，这样子的话，那当然这个是更大的遗憾了。嗯，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五个这个遗憾。嗯，然后第六个遗憾是什么啊？我们啊这一生当中啊要解脱，那么解脱的话，解脱的基础是什么？我们从轮回苦海当中，从轮回的慈安要达到这个彼岸啊，要度这个轮回苦海。嗯，那么度轮回苦海的这个渡轮回苦海的啊，渡轮啊，这个轮船啊，是什么？那这是什么呢？就是戒律啊，还有这个密乘戒里面讲的密宗的誓言，密宗的誓言实际上也就是戒律啊，密宗的戒律啊，居士戒啊，还有这个菩萨戒啊，密乘戒啊，那这些戒律呢？我们经常也在讲戒律，就是禅定的基础啊，禅定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戒律就很难啊有禅定啊，很难修出禅定。禅定的基础啊，禅定的基础，而、啊、不是这个禅定当中就产生啊这个智慧。那么智慧无我的智慧，我们证悟这个空性的智慧是由禅定当中产生啊，禅定当中体悟啊产生，所以禅定是这个智慧的基础啊，智慧的基础。那这样子的话，回定这两个的基础就是啊，这两个的基础是戒律啊，所以说戒律就是读啊。轮回苦海的轮船啊，对，渡轮回苦海的这个轮船船只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戒律。嗯，戒律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渡这个一个渡海渡河的话，没有桥的情况下，那就只要这个也只要拥有船啊才可以渡啊，有船才可以渡，没有船就没办法渡的。
同样的啊，我们学佛的时候呢，戒律是必须要有的。如果没有任何的戒律的话，那我们的禅定呢、智慧呀、这些是根本不可能的啊。所以，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人就有在家人的戒律啊。那在家人的这个戒律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层次啊，层次不一样的。那么，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情况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啊，受什么样的戒律啊，还是要受啊，不能不受戒律，要受至少啊，受三条啊、两条啊这样子的戒律啊，戒律是啊解脱的这个基础，解脱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条件。但是呢，我们啊以烦恼啊贪嗔痴啊贪嗔痴以贪嗔痴啊。还有呢，平时我们的散乱啊，各种各样的散乱的心，不控制自己的这个，欲望，不控制自己的嗔恨心啊，不控制自己的愚昧啊，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不受戒啊，或者受了戒以后也就犯戒啊，那这样子的话，这是最大的遗憾啊，这个是十大遗憾之一啊。我们不受戒，或者是不懂得受戒，或者是受了戒以后就这个破戒，破戒以后呢，不忏悔，不再去受，不再去受这个戒，这样子的话，这是最大的这个遗憾啊。所以我们啊，这一生当中啊，有这么多的这个解脱的条件啊，当中这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如果做不到的话呢，这些是最基本的条件，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啊，我们也有机会做这些，但是不做那就是很遗憾的。那这个是第六个遗憾啊，我们这一生当中的第六个遗憾是这个。然后第七个是什么呢？第七个是证悟以后的事情啊，证悟以后的事情啊。证悟以后呢，事情是什么？比如说一个证悟了的人啊，一个顿悟了的人来说啊，那么通过上师的啊加持指导啊，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下啊，这样子的情况下自己证悟了，开悟了，但是呢，开悟了以后呢啊，就是不修行啊，然后就去做这些时间的啊，比如说做生意啊，做其他的这个事情啊，开悟以后又不修行，这样子以后呢，如果开悟了以后也不修行的话，那这个开悟的境界、证悟的境界啊，初步的这个证悟境界呢，它会慢慢的淡化，甚至会消失的啊，甚至会消失。我们不要以为证悟了以后就成佛了啊，或者是证悟了以后呢，一切问题都就当下就解决了啊，其实不是这样子。证悟是啊一个初步啊最初步认识佛性的本心啊，性的本心啊，也就是不是逻辑啊，不是通过逻辑啊，不是这个理论啊，就是体会啊。初步体会啊自己的心的本心啊，这个叫做证悟啊。但是因为它是初步的这个证悟啊，所以证悟了以后也要坚持修啊。这个证悟了以后呢，就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通过修行要培养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它成长啊，成熟。如果证悟了以后呢，有一个人比如说明心见性了，但是还是从此以后呢，有比如说一个人到山上去闭关医治一个非常好的上师修禅宗也好，修大圆满也好，证悟了那么证悟了以后呢，然后不再继续这个山上闭关然后就回到家，然后又开始从事这个商业或者是其他的工作然后呢这工作一忙了以后呢，就根本就没有时间
修心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的真悟的这个状况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情况呢？嗯，然后啊，比如说我们啊，有些时候啊，这个乌云弥漫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在这个中间可以看到一点点的这个蓝天，嗯，但是呢，有可能一会儿啊，就有这个蓝天呢，一会儿又看不见了啊。因为乌云啊，蓝天一会儿又看不见，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为什么呢？这看到蓝天的这个空间呢，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啊。这时候那啊，真悟虽然是真悟了啊，但是真悟的这个是因为它是初步的真悟，初步的真悟，所以真悟的这个力度啊。这个真悟智慧的力度很小，范围也是很小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从事商业工作，然后一忙了以后呢，就没有时间啊修心的话，那就他的这个真悟呢啊，慢慢的淡化啊，淡化了以后，最后呢，有可能彻底的消失啊，彻底的消失，嗯。真悟了以后有没有可能彻底消失呢？这个完全是有可能啊，什么时候？不可能完全消失呢，就是证悟了菩萨的义谛啊，就当我们的证悟到达了菩萨义谛的时候呢，那从此以后永远都不会推转的啊，从此以后永远不会推转，它也第一它也不会推转，第二它也不会那么的这个懒惰啊还有这些，比如说因为他的工作呀或者其他的原因不修心啊，散乱啊，懒惰呀，懈怠呀，他也不会。不会这样子的，所以一地一响以后呢，然后他就永久的证悟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推转啊。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的证悟还是很有可能消失的，尤其是刚刚证悟的时候啊，刚刚证悟的时候呢，就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如果不坚持的话，很有可能消失了啊。很多人也是，比如说在清净的地方啊，上师在身边的时候开悟了，真悟了，但是呢，他一回到家，一回到这个红尘当中的时候呢，然后就当初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对空性的认识，对空性的这个性的本性光明的这个了解或者体悟啊。全部从淡化到消失啊，全部归零了，这个有可能，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这是更遗憾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真悟了啊，如果他再坚持的话，那就可以，他这一生当中呢，就是一个可以完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了但是因为真悟了以后呢，再推转再消失。在这个推转，那这个是，这是更大的遗憾了啊！我们不证悟，就是一个遗憾啊！证悟了这个推转，那这个是更遗憾的事情啊，更遗憾的事情。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没有证悟的人啊，一定要争取证悟啊！证悟了以后呢，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这个证悟的境界再失去啊！再失去这个境界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啊，非常可惜的。所以告诉我们因为上师的加持，我们得到了心的本性本性的体悟以后，然后就是这个红尘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把这个我们真悟的东西消失在这个红尘的红尘当中或者是这个世俗的这个繁杂的这个工作当中的话那就很可惜的这个是一个这是第七个这个遗憾然后第八个遗憾，第八个遗憾是什么呢？所有的成就者所有的成就者的这个巧觉诀窍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像
禅宗的这些禅师们的这个侨居，向刘作慧能大师直签的这些上师们的这些或者是之后的这些真正的这个开悟的这些禅师他们的侨居还有就是修大圆满的或者是修大手印的这些藏传佛教的这些非常了不起的这些高僧大德像宗喀巴大师呀、吴哥光尊者呀、米拉日巴大师呀，就是他们还有印度八十位大成就者，像龙树菩萨呀等等，他们的这些侨居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的，都是非常非常深奥但是这个侨居呢是真正的修心的人真正想修心的人可以给这样子的人可以讲可以给这样子讲但是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不是针对我们普通的人？这个遗憾是不是讲普通的人那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为了收钱为了收钱就是官丁就是为了钱官丁为了钱把这些过去的这些上师们的非常非常深奥的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些诀窍本来是什么过去的这些历代的这些祖师上师他们的这个要求是什么样子呢？大家都知道当初达摩祖师到中国以后呢很长时间他没有传法慧可大师他把自己的胳膊都砍掉了以后呢他才愿意传这个法才愿意这根本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传的法一个这么珍贵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珍贵的珠宝或者是什么其他东西的话，那我们这个愿不愿意随随便便就交送给一个人呢大家都舍不得的但是这个诀窍巧诀呢它也不存在舍不得的意思，但是这个是他本来他的要求是什么呢？真正的这个修心的人真正想修心的人，像慧可大师这样子，几天几夜不吃不睡不喝最后把这个胳膊都愿意砍掉的这样子的人这样有这么强烈的信心的人对这样子的人是可以讲比如说大圆满的很多很多的这些侨居，他最后都有要求的，这个法只能给七个人讲不允许超过七个人有些就说这个只能讲三个人之内不允许超过三，因为人多了以后呢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人都不好说所以真正的修行，比如说他们的上师，他们的弟子，也就是观察上师，观察十二年他的正规要求是要观察十二年然后呢上师也就是观察这个人是不是真正想解脱的人然后观察他认为是真正解脱的人这个人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图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求解脱的人他的心是很纯的很紧的他唯一的目标是解脱，除了这个以外呢他没有图名利他把这个都搞定确定了以后呢上师才允许传这样才允许传这些侨居如果传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人有变化不像当初所想象的那样，当初他的表现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就是想修解脱的人但是呢这个法传了以后呢有可能这个人他一直一个有名气的上师，然后呢一开始就听一个非常出名的法，然后他就回去以后呢他说我就是某某上师的关门弟子，谁谁谁的衣钵就传给我了，我现在是有资格当这个收弟子，我今天来提谁谁谁收弟子的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就最终是什么呢？最终就是提高自己的名利图什么？图自己的这个名和利通过这种方法去受更多的弟子呀，说自己是金刚上师呀，说自己是佛呀我的上师是谁谁谁，这什么是多多么多么了不起的，我是他的关门的弟子然后我现在是
有这个来守弟子呀穿这个法啊，那就是有可能，如果上师啊在这个传法的过程当中，他当初没有发现这个人是这样子，但是最后啊发现这个人啊是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他生下来的这个啊，比如说他里面的一部分传完了啊，但是生下来的是坚决不能传的，生下来的他就是把它缩小啊，或者把它淡化，这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叫啊讲给他啊，然后就结束了啊，不能这个深奥的东西传给他的，那他的要求都是这样子啊。但是有一个很遗憾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不是针对居士，不是针对你们讲的啊，这就是说有些人呢，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也许有些时候也看得到这种人啊，就是一直上师呢，他不是因为想求解脱啊，就是想就图名啊，就是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上师啊，他的上师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者，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知名度也就有所提高了。那他的知名度提高以后呢，他以这个名气他想干什么呢？他就是想收更多的这个徒弟啊，他收这么多徒弟干什么呢？他想收更多的钱啊，很简单的，最后就是钱。这样子的时候呢，对这种，他是针对这种人讲的啊。过去的这些上师，历代的这些上师们，他们啊，求这些这个诀窍的时候呢，啊，就吃了这么多的苦啊，然后呢，就不顾一切啊，付出沉重的代价，不管自己的生命啊，这样子去求法获得的这个法。然后他们严格的要求，这个是真正的修行人啊，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人，那一定要给他降，如果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人，那就是让他自生自灭，不能随便给啊，他有这样子的要求。但是呢，有些人啊公开的这个讲啊，然后呢就是公开的讲啊，这也是严重的问题。但是呢，这个以这个方法来赚钱啊，这个方法来这个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这些啊，如果就这种方式的这种观点呢，传法呀啊，其实这个都是一种商业性的活动而已啊，就是一个商业的活动，这样子的观点不能惯啊，这样子的这个法也不能听，听了也没有用。这个听完了以后呢，惯了这样子的听以后呢，有可能啊，到时候就发现啊，更多的这个上师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是他的这个缺陷，那这时候呢，因为我们自己的心不清净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开始啊，说各种各样的话啊，如果不说不诽谤，那我们心是没办法控制的，心里胡思乱想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关了定以后啊，对上师就是有各种各样想法，其实这样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些行为啊都是不对的啊，这些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就讲啊，这样子的传法啊，这样子的这个商业性的活动的这个传法，或者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啊贪图的这个传法啊，把这个高僧大德或者是成就者的这个巧诀来做交易做买卖啊，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闻思修心的，我们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必须要闻思修心啊，闻思修心以后，然后我们才有能力辨别啊，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啊，这种做法如法还是不如法啊，这时候我们自己能够辨别啊，那这个时候呢，啊。如果我们这时候呢确定啊这个做法是不对的，那我们不参与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活动，不能参与，不能支持，不能支持。我们现在居士当中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个人丁活佛的制度啊，过去啊有很多很多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上师。那么这些上师他们的修法的境界是非常高的，他们不会有错误的但是我们现在啊
不敢说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上市，但是呢，从表面上看，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上市是越来越少啊，并不是越来越多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是很混乱的，混乱啊，很混乱。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出来，有一个陌生人啊出来说他是活佛啊，是什么什么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活佛的时候呢，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否定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肯定呢啊，我们找不到他是真正是活佛的证据，也找不到他不是活佛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啊，很多比较喜欢迷信的人啊，那么一大堆的人就是啊跟着这个啊所谓的活佛，然后呢帮他这个写传记啊，他们自己不会写，但是帮他写就是身边的一些这个居士啊。写各种各样的传记，非常夸张的啊，非常是不合理的，根本就不可能的，就像这样子的啊传记，嗯，然后写了以后呢，就放在网上这样子以后呢，很多人就有迷信的一大堆的人呢，更多的人就以为他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然后去追随最后得不到法，走不到解脱道路啊，越来越迷茫。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对佛法失去信心对这个上师失去信心，对这个上师失去信心，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自己的行为不对那对他失去信心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对佛法失去信心最后导致一个这样子的严重的结果。这是不对的，不能这么做这个要负责任的，大家要负责任你能确定这个真的是一个标准的这个上师那就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不信的就是最近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活佛，然后有些汉族的弟子帮他写传记然后呢说的乱七八糟的。什么乱七八糟呢？他说过去他什么什么时候是谁的专使，然后什么时候是谁的专使然后就根本这个年代都完全是一个错乱的东西，根本不是这个年代都说不上的。然后有些人把它翻译成这个藏文然后就给很多人看现在就是成为一个笑话了因为根本这些人只懂得过去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就有一些这样子的高僧大德，但是呢他们根本不知道他这个上师是那一年代什么时代出生的，连这个都没有搞明白，然后就乱写这样子以后这不就是帮别人欺骗吗这样子以后呢你自己认为就好就可以跟着这样子的上师，但是呢这个不能这样子夸张，不能这样子宣传这样子宣传以后呢，上海其他人本来这些人是好好的，他们想解脱他们的想法也是很简单的，很想解脱他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一个路，一条路然后结果呢就是越来越迷茫，最后不仅是迷茫，最后呢这么严重的结果，这个给谁有关系呢？就是帮他们写这些宣传品的人有关系他们要负这个责任所以我们需要闻思修行佛教是以智慧学习，不是以迷信去学的东西所以真假任何一个团体当中都有佛教团体当中也有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有，这里面有假的有真的，但是呢佛教本身是一个智慧的东西，这里面没有任何的迷信的成分但是我们佛教徒就学佛的过程当中呢，那就有很多我们自己有很多迷信的成分，这是我们人没有闻、没有思、没有修这样子的原因。这些迷信不是佛教的迷信，这是我们佛教徒的迷信我们佛教徒为什么有这么多迷信呢？就是因为我们不闻思修我们不学习盲目的崇拜个人崇拜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迷信那么这个迷信最终的导致是什么呢？不但是我们自己找不到这个方向迷失方向而且对社会、对更多的人的这个佛教给他们的影响非常的不好，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那么负面的影响，第一个对佛教的传播
社会对佛教的认识本来就有很多的误解，然后呢就在这个上就更多的误解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因为这些人对佛法对正法啊有看法，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些人会造业啊，这些人造业，这些人就造很多的这个罪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负责任的，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嗯，你自己向个人崇拜的话可以个人崇拜啊，这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呢啊，就是写这样子的东西宣传呢 啊这都是不对的，一定要慎重的这个考虑，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网络上就是攻击啊藏传佛教的呀，攻击汉传佛教的呀，攻击正法的呀，攻击某一个人的呀，这种啊这样子的这乱七八糟的这些文章特别特别的多啊。那这些呢是这些当中有些是真的啊，有些是假的，也有很多。所以网络上的这些东西呢，好的不好的都一定要，如果有必要的话，那必须要有通过自己的这个头脑去思考，再三的去思考啊。如果没有这个必要，你就不要理这些东西了啊。我们就学正法，学出离心，学菩提心啊，学这个空心，除了这个以外的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不参与这些啊，这些是非啊，不参与这些诽谤啊。我们本来已经就够迷茫了啊，在这个上面呢，这些人为的这些东西呢，就更让我们迷茫啊。所以啊，最好不参与这些，不理这些。如果一定要搞清楚啊，那就不要就是说别人说这个是了不起，我们不要以为他了不起啊。别人说这个是很糟糕，也不要以为这个是很糟糕。那这种有必要的话，那自己去观察啊，用智慧去观察啊，观察以后呢，一定会有一个答案的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啊。这里面讲的一个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啊，把这么好的东西拿去把这么好的这个深深的法拿去做交易啊，买钱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个佛陀释迦牟尼佛传法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让更多的人明白这个正确的道路，解脱的道路，让更多的人找到方向啊，找到这个解脱的道。佛陀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然后佛陀圆寂以后，所有的这些标准的啊，这些上师啊，无论是汉传的、藏传的、印度佛教、南传的，都是一样。所有这些真正的标准的善知识，他们的想法啊，他们一生当中的这个奋斗努力也是非常的简单。唯一的是什么呢？啊，小乘佛教就是自己的解脱啊，这里面没有太多的复杂的这个目标。大乘佛教呢，就是为了帮助所有的人啊，让大家明白真理，让大家走向解脱，很单纯的。他们的这些想法，是很简单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传播的时候呢，就是要用一个这样子的简单的，学佛的人也有一个简单的、单纯的这个目标，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啊，很虔诚的心，就是我们要解脱啊。我们要走向解脱道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不参与任何其他的事情。传法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明白啊这个道理啊，尤其是就是现代人啊，就是为了物质，我们奋斗了一代又一代啊，这么几百年啊。那么我们今天物质上面呢，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找到幸福，然后呢，我们的精神上又面临一个更多的问题，那么这个结局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去付出啊。所以这个轮回当中，什么时候真正能够找到幸福啊？就是像佛说轮回痛苦一样，我们现在感觉到这样子的。所以大乘佛教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传法，我们讲法，我们的目的就是这个，很简单啊。那我们就要大家听法的、传法的人，大家的。目标啊，一定要设定在一个这么一个简单的啊这个目的上面。除了这个以外啊，佛教不允许有其他的啊很多的这些很复杂的东西的啊。这是这个如果有啊，如果以世间八法为了世间八法啊
把这些深奥的东西来做交易卖钱啊，那这是非常遗憾的，非常遗憾的。今天我们网上啊，或者很多很多的宣传品上面看到啊，很多人说自己是活佛啊，很多人说自己是法王啊，那这些是还不够严重，很多人说自己是佛啊，佛啊，自己是佛，这样子也是很多呀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头脑清醒啊，学佛的这个路是不能走错路啊，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走这么多的弯路啊，本来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啊，就是刚才前面讲的一样，非常遗憾的，本来有机会的我们没有机会啊，然后呢，现在啊又走错路啊，这样子的话那是非常非常的啊可惜的。非常遗憾的，所以啊，就如果我们不想一直啊，不需要一直，我们比如说有人说他是佛啊，有人说他是活佛，有人说他是菩萨啊，那我们不打算这个人作为我们的上师的话，那我们就最好不要去观察啊，没有必要观察，这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要观察。那如果我们打算这个人就是想做我们的上师，我们想在他那里啊受观定啊，准备受观定呢，准备听法的话，那就必须要观察啊，千万不能盲目啊。佛陀时代啊，或者是莲花生大师的时代，所有人都相对来说是非常的单纯的，没有今天我们这么复杂啊。但是这个年代都是再三的告诉大家，一定要观察，不能盲目崇拜，还要说要观察12年。那个时候那么这个单纯的人观察12年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要观察24年啊，但是我们今天的24年，我们一个月都不观察，只要说有人说是他很了不起的时候，我们立即就去盲目的崇拜啊。所以我们的佛法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也是越来越多了。这个是我们的方法不对，不是佛法不对啊。佛法它永远都是一个纯金的黄金一样啊，纯黄金一样，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不好的成分啊。但是呢，我们人啊传播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这个佛法运用的时候，就是这个里面掺杂了很多很多我们个人的想法呀、风俗习惯呢 等等，所以佛法就给人啊带来一些不好的这个原因，是这样子。所以啊，我们这些方法，这些人是为了他们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的这个名利啊。但是这个个人的命令，他们的这种做法对我们的佛法啊带来非常非常负面的，非常不好的负面的影响啊。那么佛法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意味着什么？这个更多的人就造业谤法啊，这样子就是会堕地狱啊，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能相信说他是佛呀，说他是菩萨呀，千万不能相信这样子，也千万不能相信啊，就是以攻击啊，然后就诽谤这样的，都不能盲目的这个相信。那如果大家有必要的话，那就是必须要去再三的去观察啊，再三的去观察。今天非常的复杂，尤其是这个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信息当中呢有很多好的信息，比如说我们今天听课的时候呢，我们在座的人也可以听，但是呢还有通过网络更多的人可以听啊，这个是对我们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方便，是正面的影响啊。然后呢，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呢？然后就是我们就网络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这样子的这个信息，然后我们不观察把这些东西都是不分析不观察，全部都当作是真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永远都找不到这个真相啊，永远都找不到一个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们看书要看佛教的正规的书啊，平时我们想了解一下佛教啊，或者是没有事的时候呢，休息的时候呢啊，那一本书看一看呢，那这个都没问题的，当作休息啊都可以看。如果我们像这些书当中啊找到一个正确的
这个解脱的方向啊，要做要照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解脱的方法的话，那必须要看正规的书啊，正规的佛教的书。佛教的书难道也有正规吗？正规和不正规吗？啊，佛陀的书啊，只要是真正是佛说的书，当然全部都是正规的啊。只要是这个过去的这些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上师们他们说的啊，无论是藏传、汉传、印度的、南传的啊，这个里面没有不正规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人也写啊，书各种各样的书特别特别的多，懂的不懂的人，什么样的人都写书啊。然后呢，很多人也就是说啊，说是自己的什么福仓啊，啊，是谁什么自己见到文殊菩萨的时候，文殊菩萨告诉他的呀，见到在梦中见到某一尊佛，佛告诉他的呀，或者有些人根本不这么说，佛，有些人说我自己就是佛啊，我自己就是佛，我是佛，这是我佛的意思，佛法，这就是佛法，那有些人都干这样子说了，在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必须要有头脑清醒一点啊，否则的话会走错路的啊！一定要大家记住，不要太盲目，不要太冲动啊！学佛不能一时冲动，学佛就是要冷静下来啊，以智慧去分析正和假啊，这样子学佛才叫做学佛啊！我们学的人也要这样子啊，如果不这样子学的话，那是很遗憾的。然后传的人呢，我们刚刚讲过了啊，就把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啊，佛的这些智慧拿去做教育，为钱啊，为了钱啊。这样子的话就传播的话传啊，为了钱传，为了钱开法会，为了钱观顶，为了钱传法，为了钱啊回拱等等啊，凡是为了钱的这些都是不是好东西，这个要说清楚啊。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禅修，办一个禅修班啊，那么禅修班当中呢，比如说场地、水电啊，然后呢大家的这个吃住这样子的费用啊，这个是合理的，交一个这样费用。但是呢除了这个费用以外，本身这个传法这个要收费的话，那凡是这样子的收费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不是好东西啊，这不是佛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佛教的这些传播应该是全部都是免费的啊，免费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场地是一个酒店的会议室啊，然后是我们付钱啊，那租下来，这样子的话呢啊，那就是某一个功德主他捐钱，他付钱，那当然大家就不需要了。那如果没有这样子人，有一个人来承担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有 AA 制，大家都捐一点啊，付这个费用，这个没问题的，这个是合理的。除了这个以外的所有的费用收费的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佛的意思啊，这个肯定是某一个人的意思，这个不是佛的传播的方式，佛教里面没有这样的东西，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这样子的收费的商业化的东西越多起来了以后呢，这就是佛教衰败的象征啊，佛教正法衰败的象征。这些东西多了以后呢，我们每一个寺庙的大雄宝殿呢，啊，或者是殿这个大殿的上面看得到“正法救主”四个字啊。但是这些商业化的东西多起来了以后呢，这就是正法不救主的啊这个标志象征啊。所以我们不允许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要去支持，大家要支持正法啊。怎么样个支持的方法呢？两种方法，一个是自己闻思修行啊，戒定慧。接受修心戒定慧啊，闻思修行，这是一个护持佛法的一个非常正面的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呢，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个佛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佛的真法啊，通过传媒啊，通过书啊，通过这种方法去告诉大家，这里面的这些全都是正面的东西。我们啊这样子的传播的意思呢，就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人就从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找到一些精神上的支柱啊，这个是人是很需要，动物不需要这个精神的支柱，只要它吃饱了就可以了，人是需要这个啊，人没有这个精神的支柱，这是最大的痛苦了。
这是最大痛苦。所以我们为了这个子孙后代，为了如果大范围讲人，为了全人类啊，小范围讲就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那、啊、他们也能够啊今生不空虚，他们也不去造更多的这些罪业啊，他们也有一个这一生当中也幸福啊，生生死死也能够幸福啊，因为他们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方法，为了这一点啊我们传播啊，那这个的传播大家都应该啊有这个义务啊，所有的佛教都有义务，大家出一份力啊，这个是对的。这些负面的东西不要去传播，不要去做啊，那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Om Aum Bandrangar Pamasadahum Om Aum Bandrangar Pamasadahum Om Aum Bandrangar Pamasadahum